们小孩家的新疆炒米粉，他们家这个米粉就是又好吃又划算，到时候给咱们发11包。这个米粉特别的 Q 弹，一包到手还喝不到4块钱，就在这个价格里边，这种爆辣炒米粉，咱家这个品质这个味道绝对是这个啊。它是属于那种中辣偏上的，不算那种爆辣的。哇，每根都裹满了酱料，特别的入味。咱们爱吃这种炒米粉的，然后你还吃不了那种爆辣的，你就吃他们家这个，真的是特别好吃。回家咱们自己加点小配菜，火腿肠，你加点金针菇呀、鸡蛋呀，你放点土豆啊，放什么配菜都行，都特好吃。它这里面都有酱料包的，你无论加什么啊，都是这个味道。现在去外边点外卖，你都别说点那种爆辣米粉了，你点一份炒面是不是还得要你10多块钱呢？这种高配版的米粉，一份都得要你20多块钱。特别弹，这个米粉久煮也不赖，就是那种特别弹牙、特别 Q 的口感。你们点开那个评价看一下，大家这个好评率，你就知道这个米粉多好了。如果两口人吃，你往里边放点配菜，然后再放一份米粉，这就够了啊！这个量真的挺大的，姐妹们。它这个粉是属于那种半干的，越煮越多。老香了。